心 V 微博，今天你 V 了吗？快说快说，不要闹啊！说哪呀我？彩儿流着大颗大颗的眼泪。大名鼎鼎收复方的 iPhone 怎么样？你是闪闪。谁说偶像明星不会演戏？看我们彩儿一会儿流着大颗大颗的眼泪，一会儿又可以把快乐和笑容传递给我们，这才叫做演员呢。小智不论是正面背面醒着还是睡着都充满着帅的气息呀、不要看他嘛，你先退后吧，你看我怎么演，来不是三了。你设计看好了，脚膝盖动一下，对。在片场我看到了四个很吓人的人，让你长得比较不要暴露了，不要暴露了，遇到东北让希望好像你是闪闪欢迎社会 ABCD 那个 S 是哪，我们就是深圳大名鼎鼎收束方的 iPhone 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大家对，有了 F4 自然少不了山菜了，原来这部戏是甜心花园呐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期见吧。啊，不给啊。